一般我们在看网页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广告啊，或者是其他不相关的讯息啊。如果我们对这样的文章想要把它截取的话，我们可以透过 Evernote 提供一个 Chrome 浏览器的扩充元件啊，比如说这个画面里面这个大象，点一下之后，旁边就会有出现简化文章、截取文章。那我们现在在简化文章这边可以看到，已经把刚刚的所有的其他不相关的讯息全部去除掉。那我们只要把这个按钮储存之后，它会放在 Evernote 的记事本。那 Evernote 的记事本呢，所内容呢就是属于完全没有广告讯息的内容啊，已经储存完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所有的内容呢，全部已经把广告全部去除掉，只留下我们所需要的精华的文字图片部分，这样是不是很好用呢？